行动的时候，有三件必须特别注意的事情。第一是害怕，第二是对敌人大意，也就是轻敌，第三则是考虑太多。什么事？乱太郎，你母亲好像来了。哎呦，乱太郎的妈妈还让你带这么多的蔬菜过来，真是不好意思呢。老妈。乱太郎。老妈，很痛哎。哎呦，不要紧啦，你们很久没有见面了啊。山田老师，请不要说那种不负责任的话，拜托你阻止我老妈啦。那个乱太郎的妈妈，乱太郎很不舒服呢。你没事吧？到底怎么了？没什么啊。我觉得老妈跟平常不太一样。我跟平常一样的。跟老爸吵架了是不是？你那个老爸吼，真的是吼。我就知道。乱太郎，这其中似乎有什么苦衷。你就好好听听你的母亲怎么说吧。是。那我呢，就先把这些菜送到食堂大婶那里。乱太郎的妈妈，你的推车就先借我一下咯。不好意思哦。我先走了。老妈，你跟老爸为什么要吵架？其实是。味噌汤真好喝啊。可是豆腐如果大块一点就好了。我比较喜欢吃小块的豆腐啊。我比较喜欢吃大块的啊。哎呦，可是小块的比较方便吃啊，感觉比较高雅呢。你的意思是说我很低俗呀？我可没那么说哦。老公啦，你觉得我只是一个出身贫穷的普通人者，所以就瞧不起我？我并没有瞧不起你啊。你有，光从这味噌汤的豆腐这么小一块就看得出你瞧不起我。你在闹什么别扭啊？我会生气的哦。你生气啊？我生气的哦。真无聊，结果我也忍不住爆花了。真拿你们两个没办法哎。你也那么认为吧？不过一阵子后我就会回家的，不用担心的。你说一阵子，所以你今天不回家咯？就是那个意思。哎呦，乱太郎的妈妈。哎呦，是食堂大婶哎。是关于刚刚收到的蔬菜，我有点事想问你。什么事啊？方便的话可以请你帮忙一起做晚上的晚餐吗？那个时候我再问你。没有问题。先等一下啦。这个嘛，有什么不好嘞？当然不好啊。你妈妈又不会一直待在这里，等她心情平静一点自然就会想回家啦。你就暂时忍耐一下嘛。那她住下来也没关系咯。县长那边我会去收的啦。我是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他跟我老爸吵架了。是吗？可以请大婶劝我老妈回家吗？那种事我说不出口了。虽然我能理解乱太郎在担心什么。乱太郎，你想太多了啦。是吗？不过我倒是很期待乱太郎的妈妈会做出什么料理耶。新兵卫说的没错，一想到好久没吃到妈妈做的家常菜，应该要觉得开心才对啊。说的也是。哼，
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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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很好很好，开动啦。请你问你觉得我妈妈做的料理怎么样？好好吃啊。真的吗？你看大家都吃得很开心啊。太好了。哎呦乱太郎，你那种事也担心啊。我担心如果大家都不吃我老妈做的料理，那该怎么办才好？松了一口气以后肚子就觉得好饿。你看乱太郎他也吃得很开心呢。他在哪里啊？怎么啦？乱太郎吃饭的模样哦，跟他老爸一模一样呢。这样啊，果然是父子呢。不晓得他现在在做什么啊。今天老婆不在家，把早上的剩饭弄成茶泡饭煮一煮就上床睡觉了。我早上的剩饭在哪里啊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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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婶啊，我要回家的。现在回去的话，明天早上还来得及帮我老公做早餐呢。乱太郎，你妈妈说要回家了。那么乱太郎，你要好好用功哦。我知道啦。倒是老妈，你不要再跟老爸吵架了啦。好好好，那么各位再见哦。路上小心啦，再见。